这个 CD 等于13，那就表示是8加13变成21，是8减13变成5，负 所以要负5跟21。那终点就相加除以2，相加除以2，负35加上负3除以2，就变成负38除以2，负19。那自然数是正整数，自然数是正整数，有 a 个，那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所以 a 就等于四个。小于 b 的整数，整数也包括零、正负号，所以好，这样总共23个，那表示这里一个，那这里11个。这里是一个，总共23个，所以这个小于 b 吧，哈，所以这个 b 要等于十二，b 要等于十二，所以这样就等于16。然后这个地方是负493拿出来，或是你把493拿出来也可以，变成负0.63。然后减0.82，然后后面这里负负要得正，就要加0.45，所以变成493乘以0.63，0.82是1.45，那就是负一了，那所以是负493。负493，好，那再来是这个，你变成8的20有1、2、3、4，有四个，那所以8的20是2的3次方再20次方，四的话是2的2次方，所以是二的。这个是60，再加2，所以是62，所以这里是62。好，那25题答对4分，然后有一题没有作答，所以它有24题。24题全对的话是96分，可是它事实上答错了3题，所以96分还要再扣倒扣2分。4分倒扣2分，这样就会变成6分，扣3题，6分，那所以是96扣18，96扣18会变成78分。那这里如果得分为66分，平均。平均差，